们在合欢西峰准备往返北峰。你知道合欢西峰在哪里吗？现在我们摄影的方向有几座山头，我帮你数数看。如果我站的这一座算的话，一座、两座、三座、四座、五座、六座，要翻过六个山头才会到合欢西峰。哦，有够累的，从5点爬到现在。